杨幂在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后，就不断地签新的艺人，做背后的推手。迪丽热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然而，不仅有女明星，在男明星中，有一位最受推崇的小鲜肉，那就是张彬彬。从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中的黑客大厨 KO， 到《漂亮的李慧珍》中的林一木，都是可圈可点。而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二皇子黎静，成为了除了男主以外的一大亮点。人气高了，黑料自然就被扒出来了。最近网上曝光了一组张彬彬早年的非主流照片，整体的变化让人不禁质疑他是不是整容了。而张彬彬曾在网上晒过老爸年轻时的帅照，从照片看，张彬彬和父亲十分相似，的确遗传了父亲的帅气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果然遗传了爸爸强大的基因。